IT Boys 等等歌手艺人们在舞台上合唱手牵手。第五届 TVBS 圣诞爱无限一起分享爱的音乐节目录制现场，气氛温馨。TFBOYS 四位成员这次献唱四首歌曲，考倒他们的不是歌曲的音准，而是英文歌词。然后那个里面英文我真的是好难，我英文极差，所以我就真的是有问他说：“这个音怎么发？”而且他们是已经就是土法炼钢到是在下面直接注音，注音在下面写说怎么唱怎么唱。因为又想要练得比较标准一点点。因为钟岳轩有上教会的习惯，歌曲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陌生，也贴心的指导团员如何演唱。实力派唱将王洪恩、伍思艾也分享他们对圣诞节的看法。在我们部落来讲，就是家人一起聚会，然后一起敬拜，然后一起享受圣诞节的氛围。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 family 的一个聚会的感觉。每次碰到圣诞节的时候都充满了力量。那近几年我相信疫情期间呢，很多人就是一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就也希望在今年的圣诞节透过这样子的节目，大家都能够一起感受到爱，借由美妙的音乐还有正能量的歌声，透过音乐节目传递圣诞节和音乐圣典的想法，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圣诞佳节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